接下来进入第二回合的比拼，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炸。海哥，不来表冷皮哈，加油！现场准备。我们另外一组他也是那种夺宝奇兵电影那种感觉，我们也是走电影这种呈现，因为这种画面不管是现场看还是节目的呈现都会非常好。我们整个排练过程呢是有点凄惨的。因为我们这个舞蹈是以桌子作为主要道具的，不能搬进任何一个舞蹈房，因为太大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停车场。因为我面临的是在桌子上跳舞，摸在地板上面我们会更踏实，但是当你突然之间站在桌子上面其实压力很大。今天往后走就好了，是还有点不敢，今天来接嘛，现在我们帮你，我们帮你顾着嘛，现在我让我缓一下。而且我在上面其实我也有点恐高那种感觉。他们其实都放弃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把这一趴认为我完全能驾驭得住，非常的相信我，所以我大胆去尝试更多的一些高难度动作。这一轮的作品它的意思比较直观，主要是我们五个人在争抢一个象征这个欲望的公文包，把我们争抢这个箱子的一个过程，把我们对于欲望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在作品里面呈现出来。想改，有点改。你们一开始不是都一直在抢那个包吗？我觉得这个落点有点落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你们一开始的主题都是围着那个包在，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个打开之后，但是先是对自己打开，打开完之后发现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本来的 ending 是打开宝箱，找到了大家共同想要的，就是我的一个队徽，但是我觉得没有前后呼应，因为你们刚开始抢的就是一个公文包，那你最后这个公文包去哪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纸箱呢？是否可以把这个公文包调到另一个地方，让另外一个人拿走？对，就是全都胖。就没了之后挂一个包，谁都不互动，就是把一个包挂在一个比较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就安排一个人到时候往下面一挂就好了。队长，当看我们最后我们的 ending 的时候呢，其实队长给到了他的一个作为旁观者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我们根据队长的意见进行了修改。slow motion， 你不要跑，这样子就变成 slow motion。 我们先把拍子先对完啊。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如果还可以像上一段一样两局连胜，那当然是最好的。一波队长，这一团火很危险，可能会玩出生命。有请。
一个包在那里。我的妈呀！要两张全赢吗？谢谢 BB、洪阳、杨凯、电门、杨文涛，谢谢。接下来，请核心武器交换舞台。压力有点大。黄翔，黄翔，扬起来，扬起来。你会担心，因为现场观众的反应给我们很多压力。因为像我们这种剧情的舞蹈，很多时候不是直接打到观众身上的。前面 Apple 他们的作品输了之后，我会更加的希望我们的作品能扳回一城。我们一直都是比较舒服型的舞者，这次反而是表现了一个非常焦虑、黑暗、烦躁的一个情绪，动作也会比以前更激烈。我们还为了这个作品专门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看《隐秘的角落》。而且我们基本是按照那个网剧的人物配置。黄翔就是朱朝阳，普普，一个一直在帮小黑的老警察，然后我就是小黑。剧情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人物配置是差不多的。我们这个武打，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情绪，而且对面的，你说我们要比照，不可能比得过，那个是跟弱队在一起。我们就是情绪，我们演艺圈让大家看到这个故事，这部演技演到他们心里面去了，我们就赢了。如果没有演到心里去，那就大家就 get 不到，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像一电视剧里面，打动你的并不是这个剧情，而是这个人。我们打别人不是靠动作去打，真的是靠我们的这种氛围环境，让他们身临其境，才打得出他们。我们这个舞蹈是沉浸式舞蹈。需要感染观众，还要感动自己，就是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个舞蹈带着这些人的好奇心走到我们舞蹈的最后。